把我背出车厢的时候，那个肩膀让我想到了我爸爸，还有妈妈还在的时候。今天没有给我讲清楚，我不要你走。你今天晚上是有证。你找死吗？白来呀你！放开我！我记得你，你不记得我，这种感觉很讨厌，对不对？都谁？那我昨天发现，局长说，事情还没离新真相之前，你还是得先被列为嫌疑犯。整件事情看起来像是有人想要陷害你的伙伴。看到你说的是什么？每周六晚间九点。是雌英雄勇敢前进。